要这样子穿那个啊。花莲，他从大汤吃多。
看这个样子就不像露营，吃的比正常的还好。看到了没？哇，实在肚子越看越受不了。没关系啦。哇，不行了，肚子越来越饿了。什么好料都有耶。这个金葱，金葱辣椒要放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要等它滚到太烂掉了啦。哦，这是晚餐的炒山猪肉。这炒山猪肉，它就是关东煮。香了。鼻子要离，鼻子要拿掉，不要放太近了。放个锅盖，放个锅盖。放个锅盖。夹下去喽。这是在露营吗？还没有翻呢。对啊，这简直就是在快炒嘛。我们要不要开一个大排档？我们老大，不是啊，标一标。对，标一标。有啊，我都看见。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。越看越饿。